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我们有时候在诊间也好，在很多地方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哎，我这样的一个不舒服到底要看哪一科医师啊？确实分科越来越精细的状况，到底我们要从哪里看起啊？像美国，它很单纯的，你全部都从加医科开始看，那么当然后续再看看什么样的一个选择，这是比较不用去伤脑筋。但是我们不一样啊。好，单纯一点，眼科好了，我们就看眼睛，眼科好了。我们请教大家一下，这个眼科里面，这是一个大的一个科部啊。眼科里面有多少个次专科？次专科，譬如说眼睛啊，眼睛有视网膜，大家都知道嘛。譬如说是它的这个视力的矫正啊，或者是先天性的这些斜视啊，等等这方面的问题啊，或者是水晶体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个问题，有这个不同的一个次专科，这个次专科的一个数字啊，大家一听到会吓一跳，八个次专科眼科啊，这在美国，台湾有六个次专科，惊人啊。为什么这个一个小小的一个眼睛有这么复杂？就表示现在医疗的一个进步啊，确实是让人家非常叹为观止的状况。美国比台湾多眼科多两个次专科，是多了一个眼肿瘤。眼科一光眼睛的肿瘤就有一个次专科，另外还有眼睛跟神经方面的眼睛神经次专科啊。光眼睛就有可能它是神经系统的一些变化，所以啊需要啊这个眼科的神经科这方面的一个专门的医师啊来去做啊，譬如说瞳孔的变化，譬如说眼球的摆动，它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会联想到会是我们的一个神经系统哪一方面的问题啊，所以竟然这么复杂，这是光眼科。好，再请教大家一下，那我们整个一个医疗体系里面专科啊，有多少个专科？40个专科啊，你总共再加上这个次专科。加在一起总共有86个次专科啊，譬如说我们讲说外科里面就有一般外科、胸腔外科、这个心脏外科、神经外科、骨科等等，这个很多。那这个里面又有譬如说骨科，又有手外科，又有脊椎外科，又有这个关节外科，这个次专科实在是惊人，所以怪不得医师啊要穷一生之力啊去研究非常细微的一个东西啊，所以现在变成病人也很辛苦。到底这样的一个症状是看哪一科会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形啊？所以多一点了解啊，总是我们知道至少先从哪里看起，那有问需要进一步再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再走上那一科的一个专门的医师啊来请教，这是我们可以去走的路啊。好，给大家看一下跟医师有关系啊 ，Frankenstein， 法兰克这个斯坦，法兰克斯坦 ，Frankenstein 是一个名字，这是一本小说的名字啊，看起来就蛮恐怖的。那个封面啊，你看看这个好像是坟墓的一个地方，阴森森的。那有个人这样出来的，这个是鬼怪吗 ？Frankenstein 这个是大家现在都是。耳熟能详，是科学怪人的意思啊，意思就是说他透过这个从坟墓里面出来，听起来就很恐怖，然后再加上种种的一个电流的一个刺激的时候，他可以复活，所以这个是科学怪人。所以 Frankenstein 这是科学怪人的名字吗？不是， Frankenstein 是这个医师的名字啊，让这个发明这个技术啊，透过电流让史诗可以复活的那样的一个恐怖医师的名字叫法兰克斯坦这位医师啊，但是后来大家慢慢的用来用去以后，就变成这个好像就是科学怪人的代名词。好，科学怪人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恐怖的小说，它事实上是在1831年的时候开始。发行的那样的一个现代科幻巨制这个始源呢、是起于这个1831年。那么作者是这一位啊，玛丽雪莱，
这是他 后期的。他当他写这本小说的时候，他才19岁啊，这是他后来的画像。那么为什么他会写这本小说啊？就是他跟拜伦，另外一个英国的一个浪漫诗人啊，拜伦呢，在日内瓦有一次的聚会，大家天气很冷，那么没事可以去做的一个状况之下，那关在房间里面，那比赛一下，看谁写出来的一个恐怖小说，哎，是比较惊人的，结果就写下这本影响历史啊非常大的这个《科学怪人》这本书啊。好，玛丽雪莱后来就嫁给这个叫帕西雪莱。这是雪莱，这是浪漫诗人。这个诗人啊，很有名的诗句，譬如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就是他说的，但是有点浪漫情怀。不过虽然讲是浪漫诗人，他是非常实际的。所以他在念书的时候因为他觉得宗教这方面他有很多质疑的地方啊，所以他就对当时的这个神职人员也好提出很多的一个争议点。结果就被牛津大学开除了，所以他自己啊，就也很多东西，他就本来就有那个天分、自修啊，然后写下很多的诗篇呢、啊。像这些诗篇呢、啊，你会觉得非常动人。这个英文呢、啊、，I dare not guess, but in this life of error, ignorance, and strife, where nothing is but all things seem, and we the shadows of the dream.这个翻译起来，这个第一个它的音调听起来就，这个阴阳顿挫还蛮不错的感觉啊。可是你听到它，感受到它的内容，这浮萍一生啊，实在很难以想象，充满着谬误、愚昧与纷争啊，根本没有什么是真实的，一切都是表象，而我们只是梦影啊。所以它的一个这个诗词里面呢、啊，是背后所代表的是真的让人家可以去深思的一个东西啊。而且他就讲说诗 poetry 是诗的意思，他好像把那样的一个隐瞒的一个美丽啊，有个面纱把它遮住，这个诗词就是把那个面纱给它拿掉，那把这些平常 familiar objects 就是我们平常似乎看起来很寻常的东西啊，可以让它不是那么样的一个寻常，发现它的一个美丽啊，这是蛮有意思啊，对诗词的这样的一个深入的一个解说啊。所以这个雪莱啊，这确实啊，包括玛丽雪莱她太太也都是让人家蛮佩服的这样的一个文学方面的一个大师啊。好，这个恐怖小说啊，我们最好在医疗上不要有恐怖这个小说的一个状况啊。但是有时候医师会很担心啊，病人也会很担心啊，就有可能演变成恐怖的最后的一个结局啊。一个70几岁的一个女性病人，哎，这是乳房的肿瘤，这么大，五公分呢、啊，超音波底下可以看得到的肿瘤，所以她是自己啊不小心触摸到，觉得这里怪怪的，进一步到医院里面才检查，结果发现肿瘤是这么大，5公分的一个状况，然后给她做这个乳房摄影的时候，可以看到是肿瘤大小这么大的一个情形啊，表示这个。事实上是有一段时间了、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结局如果说会演变成非常大的一个手术，然后或者是已经转移出去等等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就好像说我们治疗的一个效果就很难有乐观的一个状况，核磁共振也可以更清楚的知道它肿瘤的一个大小是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啊、所以从外观，从它的一个影像上的一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这是肿瘤的大小，但是我们更要知道的就是这个到底有没有转移出去啊，这是更重要的，意思就是说局部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局部可以控制，如果它已经转移到淋巴腺，那淋巴腺要清除，如果转移到其他的地方，包括骨头啊或者是其他地方的时候，到底该用什么方式来去治疗，这也是非常重要进一步要去厘清的事情啊。所以淋巴腺给它做一些这样的一个检查以后，发现这个前哨淋巴腺事实上是有，但是前哨淋巴腺给它拿起来以后发现没有转移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幸运的这样的一个个案，他觉得如果说这个淋巴腺在这附近有的话，前哨淋巴腺我们就拿下来，发现有转移的时候，这个切除的范围可能更大，那这个病人只要做局部的这个乳房组织的一个切除，就可以解决他所有的问题啊。所以虽然已经拖了几年，虽然肿瘤的大小是非常大，但是还好是有一个幸运的结局啊。不过最好
不要期望剧情都是这样子啊，能够不要把它变成恐怖小说还是比较好，早点发现，早点做这些检查都是有意义。来，你收看